身逍遥，江湖险恶像一座岛，我给你快乐解药，你为我热情燃烧。江湖是人人是鸟，谁不想越飞越高，你为我踏浪而告诉你啊，怎么了？没事，可能是蚊子吧。夏天快到了，蚊虫就会特别多了。你不是练就一身金钟罩铁布衫吗？怎么会怕蚊子咬啊？你给我闭嘴了！小莲兄弟，金钟罩铁布衫呢，是要运完功以后才会刀枪不入。如果不运功的话，就跟常人没什么两样。再说了，蚊子他六亲不认，谁不叮啊？就是啊。哎呀，这个季节啊，蚊子就是多得要命，有的时候想起来就特别难受啊。红星，你先回去告诉大人，说我会尽快查明此事的。也好，那各位，告辞了。告辞。哎，天霸，我有件事情要告诉你啊。回去再说。什么东西啊！哎呀，烦死了，烦死了！告诉我什么“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”？这书里哪有什么黄金屋？我这偌大一个王府，不就是黄金屋吗？这书里的颜如玉啊，全都是画的，看不见，吃不到，摸不着。闷，睡觉。哼。怎么样？这女人不见了！九娘，快！
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们是贪官污吏，要把你们抓来当饭桶？不是让你们看好贝勒爷吗？我们一直都在门外守着他。守什么守？贝勒爷不见了。本王告诉你们，如果贝勒爷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唯你们是问，还不快去找？是。这么大的胆子，居然闯进我郡王府，还劫走了贝勒，真是老虎不发威，被你们当病猫看了。哼，怎么走这巧？大人，我去客栈查了一遍，黄天霸也在那儿查案，我让香武和如霜保护鲁大人去了。欧阳先生，刚才彭青告诉我，天霸也查过房间，但是没有发现什么。不知欧阳先生有什么发现呢？常大人的房间肯定有人去过。哦，欧阳先生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我也只查到一点蛛丝马迹，详情我还不知道。这件事交给我吧，我来处理。大人，欧阳先生，大人，怎么回事？糟了，你看。本以为报官无望，没想到我大清也出了一位彭青天。感谢大人这些时日的照顾，但如今政务已失，寻求律法报仇无望，所以秋官在这儿恳请大人替我照顾好我的儿子，将来帮我寻得一户好人家，把我的儿子送给他吧。秋官报仇心切，就此告别。秋官走了。怎么说？天霸，我刚才叫你是为了要告诉你，我觉得那个房里肯定有人去过，只是不知是谁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我们公子说的对呀，这肯定啊是有人害他。我也觉得很奇怪。据殿下二说，那个常大人在吃饭的时候好像受到了极大的惊吓，把桌上的饭菜全都打翻了。他是看到了什么东西会如此害怕呢？是啊，是啊，而且我还在他桌子上发现了一个东西。哎，天霸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感觉有点头晕。你呀，一定是想太多。闭嘴呀！天霸，我看这件事情还是明天跟彭大人好好商量吧。你也累了一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嗯。哎，黄公子，不如这样吧。我帮你烧水，你好好泡个澡，这样精神也会舒爽一些啊。不用麻烦你了，镖局里头佣人很多，我让他们准备就好了。哦，啊，飞宇啊，你要不要也泡个澡？我让他们准备。我？啊？我？哎哎哎！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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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公子洗澡一向是由我伺候的。是啊是啊，你就不用管我了，走吧。啊。哎，天霸。你怎么晕得这么厉害啊？啊，没事没事，就像小莲说的，洗个澡就好。啊，你放心吧。哎，你小心点啊！哎，你小心点啊！你干嘛？他洗澡，难道你想跟去啊？喂，小莲，你现在说话是越来越放肆了啊？什么叫他洗在我跟前？要不然你想干嘛？我要干嘛？我可以扶他到房间。你没看他走路那么不稳吗？我看他进去了，我再回去休息啊。公子啊，你这也太明显了吧？明显？嗯。小林，如果你再胡说八道，我就把你的嘴巴给封起来。不是不是不是，哼！哎，对了，公子，我看这件事情我们要赶快回京去告诉吏部比较好。不，常大人为什么到这儿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他到三河县，为什么要微服私访呢？这皇上知道吗？
又为什么？听店小二说，他吃饭的时候受到了极大的惊吓。又为什么他会从楼上跌下来摔死呢？这其中疑云重重。我一定要查清楚才可以回京。什么叫查清楚才可以回京啊？哎呀，这格格呀肯定是舍不得那个黄天霸了。啊，完了，要是被皇上知道了，我这脑袋铁定是保不住了。哎呦，格格，你快点醒醒吧，格格。三更半夜了，你还在想什么呀？我没有想什么，我是在想其中的原因啊。格格，你可是金枝玉叶，平常那些事情你又遇不到啊，你要查出原因哪有那么简单啊？我知道，所以我睡不着觉啊。你睡不着觉，我可是困得很哦。你困呐？太好了，我命令你赶快去睡觉去。我那怎么行啊，平常在宫里头都是我伺候你睡着我才离开的，那你现在叫我先去睡，叫我先去睡，我哪敢呢？好了啦，你一天到晚在我耳边吵吵闹闹唧唧歪歪的，我烦都要烦死了，我的思绪都要被你打乱了。哎呀，我天霸在喊救命！
没有啊，没有。我刚刚明明听到天霸在喊救命的。哎呀，格格，人家黄公子洗澡洗得好好的，没事干嘛喊救命啊？我，你到底是在想那个案子，还是在想黄公子啊？小莲，我可告诉你，我现在不但要把你浑身掐个八字，我还要把你的耳朵给掐下来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哎，怎么有人在学我喊救命啊？啊！是天霸在喊救命！是啊，好像是黄公子的声音。哎，公子，等等我！你等等我！明明听到他在叫啊，奇怪了，怎么没有看到他人呢？去别的地方找找看，快！哦，救命啊！姑娘也太厉害点了吧，还没看见我的人呢就想要我的命。嗯，脸蛋儿不错，身材也不错，功夫也挺好的，不错，很合我的胃口嘛。合你胃口？行啊，只要你能告诉我你刚刚看到有人劫持一个人质，那你就以身相许。以身相许，那就要看你给的消息多不多，高不高，值不值得。值得，我刚才好像是看见一个人劫持了一个人质从这儿经过。从哪儿过的？哼，你把我当三岁小孩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一溜烟跑了，我到哪儿找你去？只要你的消息属实，而且能救出那个人，我保证你有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。有这么好的事儿？说来听听呗。福郡王也知道吗？福郡王知道，不就是那个皇亲国戚吗？在三河县享清福，这附近的人都不敢惹他。听说皇上见了他还要喊他叔叔，对吗？知道就好。如果你能救出那个人，等于是帮了福郡王爷的忙，那么你要多少金银珠宝都很容易到手。金银珠宝对我尹亮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，而我真正在乎的就是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。我知道你是谁，你叫尹亮，就是江湖上人称的采花风。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不如……我这朵花可不是一般的花，身上带刺儿，不好采。是，我感觉到了。
怎么样？如果你肯跟我合作，我保证你人财两得。行，跟我走。将你们的仇人给抓回来了，希望你们的阴灵不散，好好的看着，看着秋官把那贼子的心给挖出来，把他的头给剁了，不，给你们当祭品，希望你们在天之灵能够得到安息。不是说要放了我吗？啊！放你，放你到阴曹地府！不要啊，不要啊！姓邱的，不，邱大爷，邱爷爷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！我只是看你妻子漂亮，想要调戏调戏。杀他的根本不是我，是我的那些护卫。你的护卫还不是你的狗？没你的命令，他们会杀我全家吗？我真的没有杀你的全家，我还怪他们为什么要动刀动枪的。邱大爷，邱爷爷，你不是要祭拜你的父母吗？我替你祭拜他们，我天天替你祭拜他们，我请个和尚替他们超度诵经。我不想死啊，你不要杀我好不好啊？你要干嘛？你父亲我隐瞒真相，把刘派人把何捕头都给杀了，你们父子都是一个样。不要！我现在就要看看你们的心到底有多黑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九娘，怎么是你啊？快帮我解开，解开啊！走，贝勒爷，走。贝勒爷，你怎么了？我吓死了，腿软。好，你先在这等着。你快去，快去！扶桑道法，
为什么不杀他？虽然他刚刚要杀我，可是我看到他祭拜他爹娘还有他妻子时，真的是好可怜。嗯，可怜？你可怜他？他刚才可要杀你，要我说趁现在把他了断。等等，暂时先别杀他了。贝勒爷说得对，咱们先把他带回去，看王爷怎么处置。这也记上你尹亮一笔大功，不是吗？那小的就先谢过贝勒爷了。哪有，我应该谢谢你们才对。咱们快走吧。好，请。他怎么会圆月刀法？我一定要问清楚。师兄，这秋官到底去哪儿了？怎么就找不到人呢？大师兄，二师兄，你说秋官说要去报仇，会不会去福郡王府了？师弟，你轻功好，赶紧去郡王府打探一下。切，你知道我轻功好，好吧，我去。哟，可是大白天的，怎么去呢？对，我得好好准备才行。有什么好消息告诉我啊。哎呀，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呀。你说这秋官的遭遇是值得人同情，可是他一心想报仇，也难怪会铤而走险。秋官的心情我知道，但是他也不能乱来呀。如果法不能帮他，律不能惩治坏人，换成是你，你会怎么做？是你？你说的秋官我不认识，但我认识一个跟踪秋官的女人。在哪儿？快带我去。跟我来。哎，大师兄，这个妖女太过分了，我已经警告过她了，叫她不要再接近大师兄，她居然还这么阴魂不散。秋官来过这里呀。大师兄，你怎么知道？门后有绳子。那儿还有祭台。没错，这是邱家的牌位。邱官要杀了纯贝勒来祭他的家人呢。那他杀了纯贝勒了吗？没有，地面上一是没有血迹，二是脚步凌乱，有打斗的痕迹啊。最起码有三个人。三个人？一个是邱官，一个是我认识的那个女的，还有一个是谁啊？还有一个是谁我不知道，我希望香武能查出一些蛛丝马迹呀。既然二师兄去查了，必然会找到一些线索。那彭大人让你办的那件事儿？彭大人这事儿很重要，这样吧，我们先回去。蝴蝶姑娘，有件事想求你。好啊，既然你怪笑欧阳德都开口了，我倍感荣幸。什么事？我师弟杨香武去郡王府了，我想请你去帮他，帮帮忙。
之前君王爷也跟我说过，想跟我联手对付你，我可以利用这一点去帮你看一下。好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大师兄，你听听，连那个福君王都要跟他联手对付你，他的话可信吗？可不可信取决于欧阳德，不在于你。你好了，师妹，好了好了，我相信蝴蝶姑娘。你都相信他，你不相信我？小师妹，你怎么？什么小师妹？我在你眼里永远都是小师妹，你宁可相信他的话，都不相信我的话。那好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就走。哎，师妹，师妹，不用追了，他在吃醋。吃醋？吃谁的醋？吃我的醋，也吃你的醋。我的醋？什么我的醋你的醋的？好了，你自己想吧，我办事去了，告辞。欧阳德呀，欧阳德，你碰到什么事情都有办法解决，唯独这种情感纠葛的事儿却搞得一头雾水。算了算了算了，不提了，先办正事要紧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我，哎呀，我点他几个穴道，让他身体活络一点啊。你点穴道就点穴道嘛，干嘛要把手指放在人家胸口？胸口干什么？穴位都在胸口上，要不然我点哪儿啊？为什么不准碰他？他是我兄弟，他因为救我紧张过头，所以才晕了过去。我现在在救他。总之，我就是不准你碰他。黄天霸，你实在太无耻了！你洗澡就洗澡，喊什么救命啊？实在是太无耻了！我无耻？这跟无耻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还这么说啊？小莲，哎，公子，公子，飞宇。感觉怎么样了？天霸，昨晚你故意耍我的是不是？我怎么会呢？我是，哎呀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昨晚洗澡的时候一坐到水里，就感觉自己整个人像掉到海里一样。掉到海里？啊！喂，黄天霸，你在骗三岁小孩啊？你呀，可是堂堂三太镖局的少镖主，武功这么高强，怎么可能一个澡盆的水就让你觉得整个人掉到海里去了？你骗谁呀？我也不清楚，反正就是有这种感觉。那你有没有吃错什么东西啊？没有，晚饭咱们一块吃的，吃的东西也一样，只不过我比你们多喝了两口酒，可这也没什么啊。是啊，没理由你会有这种感觉，奇怪。哎呀，公子啊，我看他呀根本就是在耍我们，不要理他，我们回去吧。哎呀，你记不记得在咱们宫在老家的人曾经说过，在天竺有一种迷香可以让人产生幻觉。哎呦，就算有一种迷香会让人产生幻觉，可是迷香总不会针对他一个人吧？我们两个人都跟他在一起啊，怎么可能只有他一个人这样子被迷香？哎呀，我去！好了，好了好了，别争了。啊，飞宇啊，你有没有感觉好一些？我知道，你昨晚是不是因为大哥洗澡的时候你太过于担心了，所以一紧张就晕了过去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。那是因为什么？飞宇。我是。哎呦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无聊啊？老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，烦死人了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这件事情先不谈论了，找到凶手要紧。对，天霸，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要先跟彭大人说一下比较好。啊，也对。对。
秋官还是没找到啊。秋官已经把纯贝勒抓走了，但是为什么没有杀他呢？现场有打斗的痕迹，所以我让香武留下来查一查。我先回来保护鲁大人。哦，多谢欧阳先生。啊，不过常大人死的确实离奇，嗯，所以呢，鹏鹏才不让我住客栈，让我搬到这儿来，跟他一起住。这样也好，有个照应。大人，我听彭大人说，常大人手里有福郡王要造反的证据。啊，那也算不上什么证据，只能说是一些蛛丝马迹。所以呢，常大人才找我一起来看一看。嗨，却没想到啊。恩师啊，这欧阳先生呢，是学生的好友，帮了学生很多的忙。哦，如果恩师知道常大人什么事情的话，不妨对欧阳先生明言。嗨，我所知道的也就这些了。不过常大人做事一向很小心，没有的事他不会乱说的。看来常大人手里一定有证据，可惜证据被人拿走了。欧阳先生，那你有什么发现？那天晚上我去了常大人的房间，发现桌子上有很多蜡烛油滴落的痕迹，但有一个缺口，好像是蜡烛油滴到纸上或卷宗上，东西被拿走以后留下的一个直角的缺口。大人，大人，刚才你们说的事情我也发现了。哦，这么说常大人是被人害死的。对不起，彭大人，你交代的事情我没能完成，反而让常大人受害。天霸，罪无可恕，请大人责罚。哎呀，这事儿怎么能怪得着你呢？啊？是啊，天霸，谁也没想到会发生这么离奇的事，你不要过于自责。哎，就是就是。不过我还发现了一件离奇的事，那天我从客栈回来以后，我发现。哎，天霸，你怎么晕得这么厉害啊？啊，没事没事，就像小莲说的，洗个澡就好了。啊，你放心吧。你还说啊，你是不是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？王阳德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那天我在洗澡差点被淹死，是我的兄弟飞宇闯进来救了我啊。再说了，洗澡我们俩大男人，你怕什么？啊，说得对，说得太好了。是啊，我也没说她是女的呀。你啊，好了好了，我们不要说这件事情了。其实呢，我说这件事就是要告诉大家，我知道啊，天竺有一种迷香，可以让人产生幻觉。哦，幻觉。哎，你这么说倒很有可能。我之前听店小二讲，常大人在吃饭的时候，好像真的受到了什么惊吓，说不定真的闻到了什么迷香。我觉得不会。如果真是迷香的话，那为什么只有常大人还有天霸中了迷香，而其他的人却都没事呢？我会去查，大人放心。这事儿发生在我身上，我自己会查，不用别人多事。哎呀，这次掉海里了，那下次不就掉粪坑里了？掉你家也不关你的事。哦，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天霸、欧阳先生，你们就不要再斗嘴了。这件事情
我看呢，还是有些棘手。二位，最好还是能联手来办呢。我跟他联手，早晚会被他气死。哎呀，你要是我儿子的话，我会考虑带带你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管我叫爹。啊？你管我叫爹？叫什么？爹。哎。欧阳德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天霸，欧阳先生，你们俩真的不要再斗嘴了。哎呀。现在办正事要紧了。哎呀，天霸能力太大了，你保护鲁大人吧，我去找秋官。大人告辞。儿子，走了。